一对阿根廷夫妇开着一辆1928年老爷车，从2000年开始进行环球旅行，22年来游遍全球五大洲近百个国家，过程中还养育了四个孩子。现年53岁的赫尔曼·塞普和妻子坎德拉里亚·塞普是在结婚第六年的时候开始有了环游世界的想法。他们的第一步从当背包客畅游美国阿拉斯加州开始，旅途中有人给了他们一辆1928年的老爷车，于是就展开了接下来长达22年的世界之旅。期间他们生了四个孩子，在车身贴上一家环游世界的标语，并在车顶上加设帐篷让儿女可以睡觉，甚至加长车身40公分以增设座位。车尾行李箱就像厨房储物空间，引擎的热力用于煮食或将水加热，衣服和工具就收藏于座位下。对于塞普一家而言，这就是他们温暖的家。今年三月，一家六口终于返回老家布宜诺斯艾利斯，结束长达22年的全球旅行。